好啦，咁我哋嚟到呢个 A09 啦，咁啊 Hidden Works， 咁我哋啊非常荣幸咧，就可以啊同到 Hidden Works 嘅主理人咧，阿 Hayden 咧，咁就可以做到一个访问。佢拒绝咗好多媒体，不过佢俾面啊，咁啊香港观众有福啦呢次啊，咁咧呢个 Hidden Works 佢做好多好靓嘅一啲啱尺寸，我谂好啱我哋观众睇。好，Hidden 你好，你好，你可以跟我们香港的观众打个招呼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yden， 来自中国的北京。好，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你的展本吗？其实我这次展呢，就是我做的 Rider Series， 就是骑士系列的一些手工做的12寸玩偶。对，然后其实 Hunter 跟 John 是2014年和2015年的两个作品，然后很早期我最开始做玩具的时候的两个作品。所以哇，只有限定这个数量，我看见非常小，就是12个、20个、30个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是手工做，所以数量会相对少。全部都是手工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？对啊对啊，我还有一个助理。明白明白，哇，然后我看见那些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去做的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从它的设计，然后制版，然后还有最后的缝纫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哇，这个厉害哇！我看见这件衣服，我自己。做这个生产我自己觉得头痛啊，你怎么把它缝起来啊，这个就是要非常细心的一点一点的，因为有很多小的技巧啊需要去尝试。尝试。对对对，那你做呢这个手工做了大概多少年呢？就是从2014年到今年有大概4年多了吧。四年多。一开始这是最初的作品吗？对啊对啊，最初的作品。也看一下你们现在比较慢慢的进化的历史啊。对啊对啊，这是 Scout 是2017年去年做的作品。然后他就为他做了一辆新的摩托车，这是 Scout 的摩托车。那这个就是电对 motorbike 就是你也是你自己去对手工做的设计，然后建模，然后处理，然后最终喷漆组装都是我来做的。 哇这个厉害，大概有多少个零件在这个摩托车上？大概有60到70多个吧。60到70。对对对，哇，这个一个摩托其实也非常厉害，真的。哇，这个拍这个 Harley Davidson 对吧？哇，这个厉害啊。哇，这是一件咖啡 racer 的 jacket、我看见上面有很多扣针啊。对对，就是它表现了一些咖啡 racer 的一些文化。对，所以这个现在有在卖的吗？没有，就只是一件展示的。不好意思的观众们，你们只可以看了这个，这一件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好看。1:6，1:6，对对对，不是1:1的。好，另外这个 Jamie。Jamie 是今年就2018年做的一款骑士，然后它也是刚刚发售完，在6月份。六月份发售完，所以在这里只是展示嘛？对对对，只是展示。展示而已。哇，这么多都是展示，哪些是在卖呢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了解了解嘛？我一看见这个厉害啊，还没公报的项目啊？对啊，这个就是在未来会发布的一个项目。对对对。那这个这个是真皮来的吗？这个对啊，是羊皮的，羊皮也是你们自己缝的吗？对对对，做这么小的，我听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啊。对，用皮做的话，对，比较难。难在是哪个地方呢？难在它缝纫的时候，那个线要离边缘特别的近，就那个缝的时候。明白，所以这也是手工啊。对，另外所以你的近视都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哇，我看见你还有这个有点像这个 Red Wing Shoes 啊。对对对， Red Wing。哇，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设计这个1:6的这些情况吗？这个鞋我从2014年开始做，做了4年，然后做了4年才做这么一点一点去进化它的造型，然后每一部分的比例，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明白，这个就是1:6的 Red Wing Shoes， 看起来像1:1，真的厉害。哇。然后然后呢这个皮衣后面还有一个字，就这 graphic 也是我来做的，就我来做，我来画在皮衣上面。这个 graffiti 这个是你自己画上去吗？对对，就我
底赞啊，明白明白，也是印上去的，但是自己设计那个图案。对对对。那这一次啊 ，BTS， 你们有什么限定本卖给？没有了，这一次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展示的。哦，主要是展示。对 对, 对。就不卖的，只是给他们羡慕一下对对对啊！哇，厉害厉害。对，你看，因为你看每一个人物他都戴着这个面罩。这面罩。对的。啊，为什么要戴这个面罩呢？就是因为要给大家留一些悬念嘛。哦，就是留一些悬念。对对对。哇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头盔难不难做的？是自己做的也是。对对对。怎么用什么材料？用什么材质去做呢？其实是，我 3D 建模，然后打印，然后处理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是 3D 打印出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头盔是 3D 打印的，然后它的头雕还有它的手是雕塑的，雕塑的。明白。我看见它也有很多纹心在下面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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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纹身，这些纹身都是。画上去的吗？对，这个纹身其实是一种水贴。哦，水贴，水贴贴上去。对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我觉得也是未来的项目嘛。对对对，明白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也非常好奇，如果我们的观众未来真的非常喜欢你的产品，他们可以在哪里去买得到呢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，然后就加入我的俱乐部啊，就是一个手工收藏俱乐部，然后就可以买到我的东西。明白明白，就有机会买得到。明白明白，有机会还要去抽船啊，先到先得这种馋，一个字馋。但是也都非常感谢你们啊，对我们香港观众这么好啊，参加这个谢谢你们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先跟香港的观众感谢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